谁呀？这么缺德！我这半个月工资又没了。别怕，这种房带土重量在1公斤左右，落点方向朝南，通过车身受损程度推算，势能在2米左右。势能等于质量乘加速度乘高度，坠物高度20。这栋楼层高3.2，那就是6楼，花盆直径在25厘米左右。那我带防盗栏的窗户应该吊不下来。走，13单元。 这一梯4户哪个门市啊？走，监理房绿萝，通常是用来储物甲醛，也就是说房子刚装修好不久。1603。小林啊，那个你是不是往楼下扔花盆了？你砸着我的车了，可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浇花不小心把花盆碰下去了，都是嫌我赔你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也不容易。谢谢谢谢，我这腿有点不方便，一个人住还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你以后啊，可得注意点，万一砸了人就危险了。 好好好，不对，他的嫂子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